黃佩賢。新疆烏魯木齊市喺朝早繼續有群眾喺自治區政府附近聚集，武警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。由胡力看喺烏魯木齊報導。原本朝早咧就清晨時分咧就大致幾平靜啊，都冇群眾聚集。咁但係就出咗太陽之後咧，就開始有人喺市政府嘅後門度咧，原本咧就有千幾二千個群眾喺度聚集，佢哋都冇乜行動啊，只係交頭接警新疆嘅治安情況嘅啫。咁但突然之間有一隊嘅防暴警察同埋武警人員咧就衝過嚟啦，佢哋就向住群眾咧就驅散啲群眾噶。咁開始就受傷，咁啲群眾就散去咗噶。喺佢哋所有市民咧，都係自發咁，大家咧就喺個市政府周圍咧行嚟行去咁。佢哋都唔係有咩遊行嘅動作嘅，只不過大家喺度閒聊式啊，講翻平嘅情況啊，啲政府壓止治安問題嗰個不滿咁樣嘅啫。咁其實佢哋都唔係遊行嘅啫，佢只不過係圍住當係行人咁喺可以行嘅地方係周圍行下嘅啫，完全冇個遊行嘅一個陣勢喺度嘅。烏魯木齊幾萬個漢人在昨日遊行示威之後，市內的氣氛是持續緊張的，當局派大批軍警進駐市中心戒備，有心已經失去信心。再由胡力看在烏魯。昨日遊行人士集中的天山區，數以千計配備著防暴裝備的武警通宵布防，在所有的路口防止群，在烏魯木齊市其他警隨警察一見到可疑的車輛就會截停搜查。有漢人說，最近他們不斷地受到襲擊，對新疆的治安失去了信心。一開始扎的人從來沒報到過。你看現在我們看漢人在這裡安全嗎？不安全。為什麼不安全？我們老百姓不敢出來，娃娃不敢上學，是你啊。现在听说还有硫酸，多少喷你硫酸，眼睛喷了瞎了，谁负责？谁给我们生命没保证吗？等于是，我来新疆来了多少年？我五六年都来了，一直到现在，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有市民又话，寻日嘅游行示威大致系想表达对治安问题嘅关注，并唔系针对少数民族。而家距离十一国一直关注新问题，而北京方面都担心喺呢段时间会有啲极端组织嚟搞事。在国人在烏魯木齊市被人用針筒襲擊刺傷，有些針筒裡面用裝滿了硫酸，有市民不滿政府沒有效制止事件，發起遊行示威。有線記者胡力漢在烏魯木齊市的報導。兩員認為今次事件是七月蘇聯的餘波，新疆的重再管。昨日的示威求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黃樂全落台，14年的黃樂全面臨挑戰。李佩珊報導。齐上街的汉口号要求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全落台，喊的口号就是让王乐全下课，要让王乐全就是滚蛋。新疆的族群对立越趋激烈，有评论员认为当局管治会很有困难。最近七五事件发生以后呢，激化成一个敌我的关系，演变成这个管理这个做出这样的族群冲突的一个管理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七月初烏魯木齊爆發騷亂，作風強硬的黃樂全好事件定性歸咎境內外敵對勢力煽動騷亂，境內外敵對勢力一個巨大的陰謀，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破壞民族團結，挑起民族對立，破壞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，千萬不要上敵人的當。黄乐全九一年调到新疆党委书记，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渐进和谐稳定是最关键的工作。黄乐全铁腕管治至今十几年，多次以强硬手段镇压打击东突分裂势力。1997年，东突恐怖组织在伊犁策动骚打伤200多人，当局镇压造成几多伤亡，至今未有公布。去年北京奥运前夕差啲被骑劫，黄乐全直指系境外东突分裂分子指使。黄乐全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同样出身共青团，外界都认为胡锦涛对黄乐全极为信任。黄乐全都打破了中央在2006年颁布的任期规定，能够出任党委书记。收睇呢节新闻，我系吴家佩。新疆乌鲁木齐市朝头早咧，继续有群众喺市政府附近聚集嘅，武警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。
睇睇咧當時嘅片段啦。嗱，畫面見到咧就係自治區市政府外嘅情況嚟噶。咁當時大約係中午嘅12:30啦。咁嗰陣咧，大概係有1000多-2000個市民啦，去到烏魯木齊市中心呢度市政府大樓後面嘅後門外面聚，咁見到咧武警咧會受佢哋。咁佢哋咧都冇咩嘅示威行動嘅。只是在這裡傾緊烏魯木齊的最新的治安情況。當時突然有大以及武警衝入去現場，還向群眾發放催淚彈去驅趕人群。在發射催淚彈之後就釋放了大量的濃煙，群眾亦都是和平地散去。事件之中咧，並冇引起乜嘢嘅警民衝突，亦都冇人受傷。咁我哋現場嗰個施放咗催淚彈嘅，係驅散啦聚集嘅群眾，令到咧現場一帶咧係濃煙係密布嘅。方面可以見到咧，大批武警咧係攞住盾牌啦喺街上人群。根據我哋記者嘅報導啦，呢一班群眾咧係喺市政府附近嗰度聚集嘅，咁係就治安問題咧係喺度討論，但係咧就並唔係咧好似琴日咁嘅大規模遊行示威嚟噶。咁武警咧之後咧向佢哋咧係施放催淚彈，咁可以見到啦，武警就係攞住盾牌咧喺街上面咧係快速咁樣布防嘅。而喺施放催淚彈之後啦，群眾咧亦都係散去。咁就畫面所見啦，亦都係由我哋記者所講啦，現場咧係並冇一啲激烈嘅衝突發生嘅。根據我哋記者胡力漢報導啦，當時咧喺市政府附近啦，就係有1000多-2000人聚集嘅。咁佢哋咧都係對咧近期啦新疆烏魯木齊嘅治安啦係感到不滿。咁喺施放催淚彈之後都係和平散去。根據我哋記者報導咧，係冇人受傷嘅。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爆發新一輪示威，數以千計漢族人抗議近期治安惡化，有人同防暴警察推撞。喺北京，外交部話有能力維護社會穩定。新华社报道，超过1000人朝早10:00开始在乌鲁木齐市小西门住宅区聚集，另外人民剧院和北元春农贸市场都有人集会。外电就报道，一批汉族人在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游行，抗议近期治安恶化，又批评当局无力维护社会稳定，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全落台。在场防务警察阻止示威者前进，部分人同警员推撞，有人被殴打，示威群众到挨晚散去。新华社报道，过千人朝早10:00开始在乌鲁木齐城区小西门聚集，另外北元春农贸批发市场和人民电影院亦都有人集会，当中有汉人亦都有维吾尔族人。有示威者一度前往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会场，会场职员要撤离。新华社引述一个警察说，事件起因是有人用针击一个5岁女童，凶徒被捕，引来群众聚集。全是汉族，大概这个游客可能30000人吧。这次游行的人啊，比上多3倍，喊的口号就是让王老钱下课，要让王老钱就是滚蛋。党委书记王乐全有去示威现场，呼吁民众冷静。外电报道，佢话利针击人事件至今有30人被捕。乌鲁木齐部分公共场所近日接连有几百人被不明针状物击伤。报案的人包括汉族和维吾尔族等9个民族的居民。新疆当局早前说已经拘捕一批疑犯，其中4人被起诉。新疆电视台新闻报道播出党委书记王乐全星期三会见企业高层人员。王乐全强调会致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。在北京，外交部发言人姜宇强调有能力维持社会稳定。中国政府有能力维护社会稳定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。